各位婚姻乡亲，大家好，我是丁贵族，欢迎收看今仔日的婚姻新闻。为了推动婚姻馆内的社区特色，由县政府举办的“立空第一婚姻社造嘉年华”，即摆是以“婚姻社造大时代”为主题，并且伫十二月初四，伫后尾建国一村来举办开幕活动。同时，今年也有推出总共十一条游览婚姻各地的旅游路线，邀请大家做伙报名来婚姻铁佗，享受社区文化之美。岛南成功社区的小小宝贝仔表演，是予大家看甲一直娱乐。这也是为着十二月初四，将要伫后尾建国一村开幕的2021婚姻社造嘉年华活动来做热心。12月4号上午10点哦，在我们建国一村呐、啊，总共会有超过49个社区一起来参与，还有10个公所一起来参与。那现场会有超过2000种的这个美食哦，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同时也有一些公益的体验，各方面的这些啊活动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哦。今年的婚姻社造嘉年华是以婚姻社造大时代为主题，今仔日的宣传记者会要邀请各社区来介绍家己社区的特色美食甲文化，爱让大家先来体验婚姻各社区的活力。这是较早咱庄脚人旱季签的饭拍的哦，旱季签旱季用拍的，啊，所以这就是艰苦人嘛，是艰苦人无迄落啊。啊，这咱的豆饭，豆饭嘛是阮遐特产，啊，阮的米是着冠军的。十二月初四迄天，除了超过700种的社区美食、工艺文化的体验活动，县府今年也推出11条特色游览路线，要让参加的民众来一场上好的婚姻文化旅行。每一个社区都卯足了劲，也将它所有的特色在我们同一个平台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不只是透过交流联谊感情，也分享他们的经验。那我期待不只是我们本县的县市，包括旅外的这些乡亲呢，也可以透过我们的高铁坐到高铁来到我们的建国一村，其实非常近，交通也非常的便利，那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甚至来体验云林县这个农业大县，透过我们最新鲜最安全最健康的这个食材所做出来的美食可以跟我们全台湾所有的乡亲一起来分享。2021婚姻社造嘉年华的一系列活动，邀请大家做伙来婚姻铁佗，好好来感受正港的婚姻人文风情。记者邱献新采访报道。